从坦克到 APC， 从叛乱分子到伴侣战车，这一切还远没有结束。目前末日抢劫已更新出了大量军用载具，他们之中会有下一个陆战之王出现吗？而我们原本的四强又能否捍卫陆地最强载具宝座？敬请期待本期节目。
您说。那么在去年的 APC 对阵坦克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已经分别把标配与顶配 APC 对阵坦克都测试过了。因此在这期节目里，我们就尝试些新花样吧。战智王的宝座。